不喜欢后置哈，所以我不会用它的 log， 但是呢，偶尔也玩玩看看它 log 有多厉害。那现在的光线就一般公园的光线了哈。好，我们来记录一下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，叫台北市的景晴公园。啊，景晴公园呢是提供我们这个信义区这个101附近这里的这个民众哈，休闲娱乐运动的好地方，当然也是狗狗大便的好地方。当然也希望各位有公德心哈，很多狗主人呢，狗放了就讲电话，你不用想太多。他绝对不会去清大便的，因为他在滑手机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大便在哪里。等狗狗玩够回来之后呢，狗大便就遗留在这块草地里面了。这种没有公德心的狗主人呢，我教你辨识他的特征啊、哦。第一个，绝不细绳啊，狗放了之后呢，就随他去了。第二个呢，他绝不收拾下场，狗就随他拉了。那么造成了一些纠纷，包含了，哇操，垃圾乱丢，什么时代了？造成的一些现象就是踩在草皮上呢，就会有踩到地雷的风险。好了，停止 M Log Action 4的录像，停止录像。